体验服上线全新地图，其中竟然还有电梯能使用。就在今天，体验服迎来了更新，这次上线了一张新地图，名叫度假岛。这个新玩法非常炫酷，在地图内的新城区中有几座高楼，在高楼旁边竟然还有电梯。本来我以为是假的，不能乘坐，但是当我靠近以后，没想到竟然可以开门，于是我随便选择一个楼层。哎，你还别说，真的运转起来了。到达楼上以后，屋子内有几个人机，名字叫做黑刃守卫，打倒他们不增加淘汰数，但是有盒子，并且里面还有物资。其次就是在地图内还上线了一款新载具，沙滩四轮车，这款载具能坐两个人，而且速度还挺快。另外就是在地图中还有很多这样的绳索，点击使用，人物便能直接滑到对面。其次在海角镇有一处泳池，人物在里面游泳便能增加能量值，还有很多新玩法，我再去找找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先收藏一下哦。